咁啊，而家咧都開始準備緊一啲天燈啦，將大家嘅願望擺上去啦。全家人認識嘅人都平安健康，包括你同卡卡師傅喎。會唔會以後都所有人都會祝我卡卡師傅都平安健康呢？十一月係泰國一年中最令人期待嘅月份，佢哋會舉辦好多嘅活動，包括一年一度嘅水燈節、喜曼节、巴达雅爵士音乐节、巴达雅国际烟火节、普吉岛拉古拿三项铁人比赛。水灯节是泰国最受欢迎的节日之一，在泰国农历十二月的满月那一日举行。在佛历十二月十五日月圆的时候，泰国人会用蕉叶做成莲花状的船放在水里面或者溪流上面漂流，同时将花和香烛或者一枚硬币放在船上，表示对水神虔诚的敬意，亦代表将前一年所犯过的错误洗涤干净。而天灯节就只是属于泰北地区的节日，其中以清迈的万人天灯节最为壮观盛大，大家可以观赏到数万个天灯在夜空绽放的震撼画面，被誉为泰国七大奇迹之一。而天灯节放天灯，相传是为了纪念天神，祈求事事顺利顺心。当地人都相信，如果可以同情人一起放天灯，可以获得神明保佑，长久恩爱，甜甜蜜蜜，拥有一段好姻缘，所以亦都被称为泰国的情人节。阳明海岸个名系名字嘅名点啊？Light the candle, OK。 剛才我不乖，我走過去被師傅叫回轉頭。Thank you.
拍照，拍照，拿来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，拿来，拍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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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